今年九月，丹丹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。前不久，他在家人陪同下到位于河北的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报到，并搬进了自己的新宿舍。新宿舍是两人间，丹丹为此缴纳了16640元。我被告知，其中住宿费1200元，服务费14000元，还有设备使用费等。根据丹丹提供的截图看到，收费单位显示的是秦皇岛盆远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。对于缴纳费用中14000元的服务费，丹丹并不清楚包含了哪些服务。确实每天都有阿姨进来拖地，但总是进来用拖布转一圈就走了。丹丹不明白这样的服务为什么需要自己缴纳14000一年。秦皇岛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盆远公寓此次发生的收费风波与东北大学无关。盆远公寓属于社会力量办的公寓，学生自愿进行选择，至于收费标准是否合理，不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。